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你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是不是知道我要搞事情了嘞？你给你们看现在的时间哦，已经是凌晨4:30了。加斯敏呢，在已经1点多、2点多的时候，已经睡得像猪一样了。平时我在家的时候，有时候没东西做，都会打王者嘛。你只要开个小灯，我就讲说，不要按打王者的，对眼睛不好，开个小灯。我想，哎，既然有小灯的帮忙，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开大灯来拍这东西了，他也不会怀疑那么多东西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说，把我平时他睡觉嘎觉他的这个画面，这个东西拍给你们看。冰波，别看这里冰波，这不重点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去开始我的嘎觉啊，我先讲了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睡像猪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会用很多种方式来感觉我睡觉，弄啊起来，哪会什么反应 ？OK， 开始。没有，不用紧，你讲啊。啊，可以，又不可以？所以你两个大声啊！那就是你讲电话。一下子啊！我讲那个大声。哦，朋友，他听不到，电话有问题。没有，你朋友骂我讲话很大声。好，给，拜拜。Hello， A few moments later。你怎么？妈咪叫我一心向佛的叩首念经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现在多一下，一下就好。我跟你讲过了啊，先关掉嘞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别、okay, 好好睡觉 ，OK。那个灯你还有要打王者吗？有啊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打的话，那个、灯关掉。哦。
你做什么？没有水了。手力。不要玩水，等下床很湿。手力。我跟你讲够了，你要不要睡觉了？没了，手力。睡觉要好好睡。闭了，走开啦！过来。Much later.排不落哦。几点啊？你弄几点了？别生气了。走开啦！都人家在睡觉，你这搞三搞四。怎么排点东西漏嘛？几点了？你知道吗？到底我睡觉，你又搞三搞四，你又玩什么？没玩什么，都讲排不落啊喽。几点排不落？好了，又生气了。OK 啦，基本讲啊，这种东西还是不要玩比较好。不过不要忘记左下角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跟分享我这支影片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